相信真侪人捌听过一支队伍，叫做黑蝙蝠中队，因是中华民国的空军过去的秘密侦察队，设立到今已经70冬啊。国防部即阵甲新竹市做伙办活动，找过去的队员甲因的家属来参加，因过不少做伙作战的老战友，即嘛搁再见面，心情是真激动。我们这个任务夜间出动，就像蝙蝠一样。我们上飞机，天都拉下来，升符号都不能带，代表将这个飞机要摔掉了，让人家不晓得这个飞机究竟是哪里来的。想起过去，满满拢是回忆。那蝙蝠中队自1951年成军到今，已经70年。国防部甲新竹市特别举办活动，真侪过去的队员甲家属。拢来到现场，看到当齐作战的老战友，心肝内感觉真激动。见到我们的老同事啊，这东西，心里都是很愉快、很激动。我觉得这一生能做这个蝙蝠中队的这个队员是很光荣的事情了。现场嘛，规划主题展览，展出真侪珍贵的文物，让民众了解那蝙蝠中队过去执行任务期间为国家出现历史的经过。他们的家人往往不晓得，他们自己的这一些先生们，出勤的时候到哪去了啊？那只有在回来的时候才知道说啊，这个安全落地了。那这样子的一个感人的中队啊，其实是对新竹这座城市来说格外的重要啊。国防部空军司令部特别由副司令替代员穿飞行外套，感谢因过去的付出，也表示空军的延续是蝙蝠中队精神，保护国家的安全。记者赵君和新竹报道。